一心姐好啊！给，一心姐好，一心姐，辛苦了。乐乐，你先上车等我吧。好，我说两句话就来。看你的样子就知道累坏了。走吧，我带你吃好吃的去。你别摆出一副男朋友的姿态好吗？ 我想，那天在医院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可我没这么想。你，一心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你不会就想让我站在这儿跟你说吧？我在车里等你。 我觉得有些话，我们还是说清楚的比较好。那天晚上的事情，我一定会负责的。一心，你以后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想留在国内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我可以给你投资。不想在国内，想出国，我现在就给你安排，怎么样？ 小潘总，你安排得很周到。你是要把我抱养起来吗？我没这个意思，你别误会。我只是看到你每天这么拼命，我真的很心疼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。那天我们真的喝太多了，发生的这一切。 我会彻底将他忘掉，也希望你不要再提起。一心，我怎么可能忘掉？你别这么急着否定我，我希望你能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来证明自己，可以吗？ 我等不及到中午才见到你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刚洗完头。来，过来。又要搞什么鬼点子啊？干嘛？别动。你总是不爱擦干头发，这样下去，长大了会落下病痛的毛病的。你怎么跟温柔似的？ 他也总说我是个懒虫，你就是个大懒虫，你才是。
任总。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战总，你让我准备的养胃茶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放在客厅了，啊，最好趁热喝。好啊，辛苦了，欢姐。丢死人了！你这么害羞干嘛呀？哎呀，我怎么好意思见欢姐啊？欢姐，她早晚要习惯。每当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呢，我总会感受一下深夜的魅力。深夜掩盖了城市的浮华，可是灯光却不会骗人。就像我一样，遇见了爱情，从来不会掩饰，就想体会它的快乐和真实。请不要为你的稚嫩找借口。什么叫稚嫩啊？梅柔，看着我的眼睛。你现在回答我，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，可是这还有什么可是啊？没有可是了，只要你喜欢我，这就足够了。我们才认识多久？你了解我吗？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吗？你凭什么认为你会一直喜欢我？我们两个人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是因为你想惩罚你自己吗？因为你觉得是你自己害了你的妹妹和爸爸，所以你就不敢去爱了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我昨天晚上说的，是吗？我还知道你曾经想要自杀。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，那你就更应该离我远一点。心疼，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如果两个月后你觉得烦了，我们再分手。两个月，原来你也只是想玩玩而已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如果两个月后你觉得烦了，我们分手，然后我再继续追你，那我们每两个月又是一次重新的开始。美柔，答应我，做我女朋友。真的，一起度过，雨过后我们一起。
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义众竞选董事长的日子，这一家有一家的规矩，一个公司也有一个公司的章程。这些年呢，大家跟着我，咱们义众发展迅速。但是呢，竞选这个董事长的位置，咱们还得按章程来办，是吗？人也来的差不多了，大家都开始吧，啊。各位早。文英，你怎么来了？平常不来呢，是对大哥管理公司的信任。但是今天董事会改选，我要再不来，那不就成了不懂规矩了吗？规矩？哎呀，按规矩的话，你是不是还要来竞选这个董事长？哥，你看你这话说的。再说咱们董事会章程里面，哪一条哪一款写着？我潘维宁不能竞争董事长。还有，这章程里面又有哪一款哪一条写的，这潘维安一定就是董事长？哎呀，自不量力。好吧，那既然这样，开始吧，大家都投票吧。恭喜啊！祝贺你当选为董事长，我先走。大哥，等等。是不是还让我给你俯首称臣啊？恭喜！大哥，义仲说到底是咱们潘家的，咱兄弟俩别因为董事长的位子伤了兄弟和气嘛。潘文念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你怎么本事这么大啊？啊，把那么多董事都收买了，你怎么做的啊？哥，这些董事会的成员如果知道你在外面偷偷的开空壳公司，他们还会让你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坐稳吗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哦，若小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啊！不可能，这件事我做的这么保密，除非是你，除非是你给我下的套，给我挖的陷阱，怪不得公司出事了啊！义仲是咱们潘家的，无论谁踩着这份家业去胡闹，都不会坐视不理。就算你是我大哥，也没有例外。小潘总，一大早带我来这儿，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一出。一心，今天我叫你来，是想让你跟我一起见证这个时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义仲的董事长。